哈哈，季承，原来是你啊！现在才发现，太晚了吧？等你多久？还留着呢。怎么样，拿了冠军，请个吃饭吧。可以啊。真棒。 不要笑了，再叫把你头拧掉。不笑不笑。哎，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来了？怎么？干嘛不告诉我？直接告诉你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让你自己发现。小时候还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叫我老大呢，没想到这长大之后这么结实呢。 不多说，女大才是八变吗？男大也是八变。什么老大？饭量老大？教练。教练。啊。哎呀，我得先向你表示祝贺呀！啊。<笑>你们两个花式秀恩爱，整个威港市都知道了。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？教练，我都已经拿第一了。 还要受罚啊？拿第一了不起啊？拿第一就飘了。你看你刚才像什么样子？领完奖牌掉头就跑，不像话。走啊，还不走？全队人等你呢。啊！哎，毕迪冲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一起什么？ 甜甜还有一男，他们下午就到威港市了，我们打算在这玩几天，要不要一起？哼，不要。哎，你怎么还生气了嘛？不准再叫我鼻涕虫。鼻涕虫。